们又抱抱啦！脚在这里，脚在那，对，你看到眼睛、嘴巴看到了哈。真的很感动，就是这一切得来不易，然后很棒的礼物。恭喜许文和王嘉亮终于盼到爱的捷径，特特夫妻俩也透过 YouTube 频道分享怀孕过程，得知喜讯到来的那一刻，忍不住泪崩了。我又抱抱啦！呀、对。是的，那现在大概是现在是3个月，3个月了。对，嗯，哎、欸，我现在脑袋空空，要不要你帮我讲一下空空？你知道孕妇，孕妇容易空掉是不是，对，真的很容易空掉，不知道自己就要讲什么。其实我怀孕是我们压根完全没想到，就她有一次月经没来，就说大概3-4天没到，我觉得很正常，因为刚刚我们在一起那么久，我只是有一天去买那个去超商买个鸡胸了，我说哦。好，买一下，买个验孕棒。因为这就是很日常，因为我们前面前一年一整年，就是我只要说我没来，我就会叫他去买。但你知道，这久而久之，你就觉得说，哦，就那样子吧。放养个孩子的。于是我就到浴室就去验了一下，然后就验完之后，我也没有叫他，我一看到我还吓到，我说，又确诊，又确诊，我就拿给他看，他就看到之后，他就眼泪就掉下来，看了很久。拿着验孕棒看，一直哭。对，然后我就开始去洗澡，我想说，差不多就这样子。没想到，你知道，他隔着那，你知道，就那种洗 shower 那玻璃门嘛，就透明玻璃，他就这样看着我，然后眼眶震到，一直哭这样。然后我说，我就也隔着那玻璃，我说，老公，你不要哭了，我好想把你拍下来你的画面，但我在洗澡，你又裸体，没办法拍。感动吗？太可爱了。脚在这里，脚在那，对。啊。你看眼睛在这里，你看到眼睛、嘴巴看到了哈。第一次来是1.多公分，对不对？1.多公分这样子哎，然后每个礼拜来，它就这样多一公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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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就开始长出脚趾跟手指，然后头啊、脊椎骨。哎，对，哇，你好大、哦。有什么感想吗？停车方便了，停车方便，很感动、啊。这时候就瞬间觉得能够体会那个当爸妈的心态、就做小孩子真的要孝顺父。对，我觉得你看怀孕真的情绪比较满，但是真的很感动，就是这一切得来不易，得来不易，然后得来不易，很棒的礼物。你知道每次就是。在每一周在检查，其实我心里的压力蛮大的，然后也很紧张，然后也很兴奋，就毕竟老来得子，老来得子这样讲对吗？我们本来预计是想要婚后结婚后结完婚之后再来安排时间做疗程，但就没想到我们从马尔蒂夫来，我还确诊完之后在家休息。然后你也知道一堆新闻事件，然后很烦很累，然后又婚礼的事情，然后搞得大家心情都很焦躁不安。在最疲惫、最累、身心灵最差的时候，宝宝就来了。对，我们自己很 surprise， 我说、就这样怀孕了。而且其实很美好的一个事情就是，这个宝宝其实有陪我们一起过参加婚礼，他来的时间也非常好，他也参与到我们两个。最重要的时刻，对，有宝宝喽，拜拜。